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议员帮忙争取引入到民间的资金，打造当地干霞公园，将做台中的东区第一座的水公园。即天来举办着泼水的活动，大细汉囡仔拢耍水耍甲真欢喜。台中东区的干霞里，富里里唯一的干霞公园，儿童的佚佗设施无够，地方想要争取把这改造做水乐园。加进这个水的元素啊，那么将来会有一些儿童这个游具的这个改善啊增加，那么另外有一些这个亲子游戏啊水的这个环境。闽台找企业来营运公园，要把这打造做市区内的第一座水族的公园游戏场。毕竟是东区这边可能是第一座吧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带孩子也来看听听看。小朋友可以玩水的地方，应该说台中区都没有了。就看到罗廷伟议员突然刚好介绍说我们东区要盖一个水公园，然后就刚好有说明会，可以让小朋友玩泡泡。囡仔伫公园耍甲真欢喜，未来嘛还佫增加新的游乐设施，要予囡仔好好来遮佚佗。